刻意让大家看一看这种欧洲这种城市，在这个里面走反而有意思。你看一般都是单行的，到了这种老城里边那个主城区基本上就单行线，现在就单行啊。刚才那个路口就是进入的，那个因为它只出不进的，你要走错掉的话就麻烦了，所以得多留意那个交通标识牌哦。一辆老款的奥迪 TT， 你看靠边停车了。这条路呢我以前也没开过，好像我开车还第一次走了。我今天开车走也刻意是为了体现一下这种不同的这种视角，以前也没有开过走这条路。诶，居然可以从左边开进去哦，开进去还是单行不能走啊。前面就是市政厅了，就是这个城市的那个最大的市政厅，前面的左手边。我以前都单独拍过，像那个到了圣诞节的时候，这边就最热闹的是地方嘛，就是圣诞集市，还有装扮的那种那么多的圣诞树。哎，就是这个左边的这个古建筑是一个大教堂改的，在欧洲这种挺普遍的，这种老教堂，这个教堂非常古老了，非常有年头，现在相当于这个城市的中心地带了。所以录这种行车视频就比较有趣一点，如果单纯的那种那个乡村啊，就是那个景观丰富度太差了，没有什么可那个的。所以我今天就特意那个绕个路。你看前面有人行道，人家过马路，再就是环岛，左边这个小广场就是市政厅的广场。哦，他把这个路给封掉了，嘿嘿，也成单行的了，那我就从这儿走了。这前面就是一个小广场，是一个大教堂，那是真正的教堂。刚才那个是相当于以前的那种修道院啊，教堂改成市政厅了嘛，然后老房子。然后这右手边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广场，现在停的全是车，这视野是拍不到的，我这手机视野是拍不到。这是一个教堂，现在我走的路线全部都是单行，所以我走这个城市里面走的话，随着我这个边走边解说，这个话题丰富度就高多了。你看这个路边的车多密，你在这儿你看为什么这个路上的车全是小车啊，你看一个一个支路的胡同出来，非常的有趣哦。 Yaris 好好看呀。到前面可以直行吗？要可以直行的话哦，变灯了，哦，还是直行吧。前面那个只要看到车屁股就行了，都朝着我，现在就等于是可以直接进的。如果车头朝我的话，那我就不走那条路了。然后前面这条路是一条主干道，是一条国道穿过这个城市的。我平时正常如果我走回去的话，两条比较快的路线，一条是走那条类似于高速的快速路，还有一条就是走那条 N4 的那个国道，就是这条路线走到前面一个大的那个十字路口，有红绿灯的，然后右拐就回家了。我今天相当于就跳过这些路，我绕了一圈，从这城里面钻过去。现在的这个红绿灯时间还蛮长的，因为前面是主路嘛，我这是支路嘛，从胡同里出来的，所以这个时间可能就偏长一点。我现在已经从单位出来路，已经录到第15分钟了。今天剪辑这个视频双视角，我还从来没剪过这样的视频了。昨天我还发了一个那个抖音的那个视频，是三个视频片段拼接在一起的。因为这种剪视频本身也是一种乐趣嘛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自从我用了那个抖音的那个软件，剪辑软件是执行吗？哦对，看着那个路边停的，这边已经是社区了嘛。从那个城市的中心，你跨过刚才的那条那个主干道以后，就进入这种地带了。进入这种外围的这种社区地带，这个地方可以走啊，可以走。这就体育场了，以前我走路经常也走到这儿，都拍过视频的。你看这些路多窄，就七绕八绕的。只有在这边生活，你才会对这儿很熟，因为我生活在这边太多年了，所以这边的路基本上这些各种各样的个拐角啊，那些旮旯拐角都基本上都清楚，怎么走都知道。如果要是一个陌生的城市，你在里面走两圈就一下子就晕掉了，你就不知道你在身处在何处了，你就必须要得看导航了。然后前面一辆蓝色的那个刚刚走掉，一辆蓝色的那个毕加索五座的啊，欧洲的 MPV 绝唱啊。左边的这个是塞菲利嘛挂的那个牌，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欧宝的。这个大公寓楼在这边这种体量就属于
很大很大的了，就左边的这种公寓楼，我刚才这个主视角应该拍到了，像这种这个楼在这边就属于比较少的了，非常少的了，就是那个比例。我已经绕过这些城市的核心区域了，但是这个路线挺有意思，这个路线都是我以前经常走路走的。你看，我应该右拐上大路，但是我现在又走这条这些小路，胡同小路。你看对面呢，又是一个1710年的一个教堂。我之前拍这种生活 vlog， 就走路的边走边拍的视频，经常走到这儿来，说明这边离我住的地方已经不是很远了。大概走路的话，走到这儿，我估计也就在2公里左右吧，不会很远的。前面是那条河的那个桥，你看这些路，七拐八绕的。非常有趣啊，然后到前面就上大路了，待会儿左拐上大路以后，很快就到了那个 4S 店的区域。然后走这条路还有一个好处，就可以没事我走这儿就可以看一看那个雪铁龙标志，如果店里面有什么新车了，马自达、丰田、尼桑、福特，这条路上面这几个店有什么新车的话，它门口就有那种大的那种广告牌嘛，我就能看到了。现在唯一就是比较关注的就是那个全新的那个中期改款的天翼，雪铁龙 CV Air Cross 嘛。但是这个车我走了这么几次，到现在没看到。这辆转运车要倒出来，我得停一下了。这辆转运车是从里面这辆那个二手的那个经销商开出来的。这个二手经销商就是我买这个车的这个经销商，我在我的视频里面也拍了好多次。现在到了雪铁龙了，你看门口放了一辆老款的那个天翼的试驾车，肯定还没到，还没到。然后这个就是雪铁龙，我都拍了左一次右一次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进 4S 店拍了。然后尼桑的嘞，然后福特在这儿。福特的新福克斯门口摆的是新福克斯吗？好多啊！哇，门口放了一辆非常好看的那个福特全胜，是那个露营车吗？哇，非常好看！我改天有时间过来拍一下，停在那个外边的商品车。我现在唯一被抵制的，因为我老拍车嘛，我唯一被抵制的就是这个福特的店。因为我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已经提到过好多次了，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有个小姑娘。他可能是助理之类的，他不是那个销售，他可能助理的。他看我之前因为拍的多，他可能就不高兴了。就有一次我去拍，他把他们店的老大那个一个老头啊，对头发，那老头非常和蔼，没有对我这个拍视频没有任何的那个，他非常生气。所以新福克斯上了以后，我到现在都没去拍过了。哎呀，面子呀，要不然被打脸嘛。好，已经快到家了。17:11了，然后雪铁龙接下来的新车就是 P54 了，然后就是其他车型的那些下一代大改款的那些，可能到明后年了，像那个5008、5008、5008号、3008，可能到2023年才会发布，真正上市要到2024年吧，反正就是按照这个周期，这发布计划。国外这个我老房门的网站上面都有一个大致的计划，相当于一个 roadmap 哈，产品的一个 strategy 那个战略那个定义一样的，未来的那种那个造型哇，非常的那个凶悍，反正这个标志的设计实在是太吸引人了，我现在对雪铁龙的那个兴趣是远远没有标志高啊。好，到了，我这样拍不到我开车那个手动挡。切换的那个视频，那个视野，实际上开手动挡的乐趣，这个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初衷，不忘初心。但是我对这个柴油车现在已经可以接受，就是人啊，我老是作为一个老司机，我现在就是我可以接受 1.2T， 非常可以接受，然后加 6MT， 8AT 当然也可以了，但是我不忘初衷嘛，我总会保留一些原有的东西。然后我对标志的扭力梁也是情有非常的青睐，我对那个什么独立悬架不感冒，
我反而觉得皮实可靠，那个操控又好，底盘呢我何乐而不为呢，那个可靠性也高。到家了，哎呀，每次停上来比较那个。好，22分钟，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录到这儿了，回去剪这个视频，拜拜喽，再见。